老花一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，对吧？老花一啊，倒挂金钟啊，下了一场雨，这嗝屁了呢。其实倒挂金钟这个东西呢，它是喜阳的哈，一定要给足光照。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哎，怕热。我给你们拿过来一盆，我给你们倒倒一下。倒挂金钟这个东西呢，它非常适合待的一个地方就是云南啊。云南呢不会很热，它有温差，光照还很好，哎，它就非常的适合，而且是多年生的，能长到一米多高。很多的花友呢，就养的时候养不好，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夏必死，就夏天的时候就嗝屁了。其实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，它是陷入短暂的休眠状态，所以说呢，夏季高温的时候大家放到凉快一点的地方，光不光照这个先不管了，先让它温度这一块拿捏住，超过35度就大范围的一落叶枯萎枯黄，就是跟冬天的时候杨树柳树一样掉叶子。所以说这个时候花友们一定要放到凉快点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呢，光照必须得给足，没有光照它叶子就开始发黑发蔫，各种不好。再一个，它非常的耐修剪，好吗？臭宝，掌握住这几个点，用土的话，就用通用型的那个泥炭配方土就可以了，完全 OK 没问题，这一个点就行了。光照要给足啊，通风要好一点。这个臭宝的话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就是光照给足，是吧？光照给足的话，先暂时控制控制浇水，把残枝败叶剪一剪，保证盆土的排水透气性。下个臭宝老掉叶子，这个花，这就水大了呀，宝儿，你这。月季花这个东西它非常的耐旱，你不论盆栽还是地栽，光照通风比较好的时候啊，浇水要拿捏拿捏，不能老是一个劲儿拼命呱呱往里浇，你时间长了以后啊，这个水泡的根它就会烂，根一烂它叶子能不掉吗？都没根了它不掉叶吗？对吧宝？哎，下个臭宝说这个文竹黄叶子了该怎么养护。文竹这个事啊，我也一直跟花友们直播的时候也讨论这个事，就是你有想过这么事吗？文竹啊是大面积的一个栽种，都是以播种的，一棚里面差不多播几十万棵种，一下子就出来，出来苗长成了它就开始卖。就我一直就说这个事，因为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和调查，没有铁一样的证据，它总有一部分是长不好的。很多的花友也是很郁闷，说老花友买了10盆文竹，就有2盆放到那儿，它长得特别好，那8盆同样的环境，它怎么长就不行。我觉得呀，是有一部分原因，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育苗和筛苗。你像我们家种绣球的话，每年差不多达到10%到30%的淘汰率，所以说这个是一方面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文竹呢，它性喜阴，它喜欢这种明亮的散射光，不需要强光暴晒。再加上一个呢，它的叶子是针状的，跟松针一样，它耐旱能力非常的强。你别老是喷水，喷了以后也不起皱，通风要好，阴一点无所谓，但是明亮通风，好吧，盆子也问题不大。反正我怀疑就是苗子的问题，好吧，别的应该没啥事了。你看总有一根就长得很壮是吧，其他就不好。有的话说，哎，你好业余，你专业一点，你往里边想想吗？通风要好一点啊，浇水还是那句话，干湿循环，略干一点爱长根，略湿一点爱长苗。后期小哥，橄榄要怎么剪做成棒棒糖？先让它长起来才做棒棒糖。现在这种情况呢，你怎么让它做棒棒？先长，先所有的枝条都长起来，长到一定程度了再去做棒棒糖。详细的可以参照我们那个花叶熊掌木，是吧？改天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叨叨那个后续。下个臭宝说这个卷柏半年前干过一次，浇水就复活，现在断水了，让它卷起来了，一晚上又舒展了很多，现在要怎么抢救？现在就是入土为安啊，就是。不是说埋起来给它送走，是种到盆里边，让它安安全全的去度过，安安全全的去生长，好吧？种盆的话，你可以参照我们的那些开箱啊，还有一些个花友寄来的花，那些简单的套路都一样啊，就是找点土种上，差不多就那个意思。下个臭宝，老花一乌鲁木齐的发财树，发财树现在这个情况干瘪，也没有暴晒，树的状态不好，看看，肯定是哪出过了问题啊，宝贝儿。现在我能够提出的一个建议呢，就是修剪，把所有不好的叶子给它剪掉。要发财树呢，我一直跟大家伙说，要每年去定期的修剪，这样的话才能够去，哎，有一种新陈代谢，就跟贴春联一样嘛。你把去年的春联刮了再贴今年的，你要不然呼呼的不好看。植物也一个道理，它老叶子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它就开始慢慢的要代谢掉了，它就光往上面长，就会导致什么呢？母干那个主干营养都送到上面去了，慢慢的其他的都长得很粗壮，就显得就是突出的不好看，可以修剪。我们之前也剪了一盆，去年冬天剪的，现在长得也很漂亮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养花问题呢就比较简单啊，就都是之前遇到的很多的一些重复的问题，大家可以翻一翻之前的视频，觉得不错就点个赞。其他的养花问题呢可以视频下留言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拜了。嗨，嘿嘿嘿嘿。